今天就是来画千言的这盘独白，棕色和绿色的整体碰撞真的很好看，就是来画一个绿色的小烟熏。先蘸这颗绿色，直接按压在眼皮上。我好喜欢这颗绿色，是那种带一点芥末感的，但是又比较透，整体颜色。但这颗相对来说比较深的，按压在刚刚的眼皮褶子范围内。去把晕染刷把整个边缘晕染一下，用再深一点的这颗绿色，眼尾这里再按压一点。这颗颜色再加深一下下眼睑，然后用这一颗闪片，我真的超级喜欢这颗闪片，是这种很爆闪的感觉，很闪。眼头前面我想叠一下这一颗，也是这种蓝调和粉金调，很水光感，叠在眼头前面两颗，以晒伤的那种感觉，混合一下这几个颜色。它这一盘整体的配色就是给我的感觉又日常又摩登，这边的八颗颜色就是非常日常的大地色系的盘子，整个哑光的粉质其实做的是很不错，也就基本上可以完成比较常见的一些日常妆，或者比较火的亚裔妆、美拉德风都是可以用这几颗棕色系去完成的。再结合这边的一个绿色系，你可以先上班的时候画个大地色的眼妆，下班的时候去叠加这几颗闪片，晚上的时候去喝点8+1，真的很 OK。绿色系这边真的是非常深得我心，特别喜欢它这颗豆绿色和这颗薄荷偏光爆闪，它不是一些鸡肋的珠光色、偏光色和爆闪色，都非常的好看，而且质感做得很好。总的来说，我觉得独白这一盘，如果你是对日常妆有要求，但是你又想来特别一点的，你可以去看。